他很熟悉叫洪龙哦。哦，我格斗天王。邪恶财龙，邪恶财龙是我们的皮皮在操作，好一个霸气的剑踢。哥身为一个新北争霸专业赛品，看不懂死去掰梗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哦。大家就不要在意。怎么火龙克里斯达啊？呵呵呵，太高兴太兴奋，所以我决定让谢老板一起来做一个宣布。好，有请谢老板。谢老板。好消息就是，其实我们都知道 NVIDIA 的产品在各个领域都是做到top，所以今天也做了一件很领先的事情，是吧？对，那也知道我最近有在开台，然后再找一些小朋友。宣布这件大事情之前，我一定要先 cue 一下我们家的选手。因为他们今天的外套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。来，我们有请我们 HQ， 我们英雄联盟教练即将在下个月初远征德国，要抢我们 S 远征德国。所以今天这个重大的消息就是，我除了刚刚在直播找小伙伴之外，我也很荣幸找到。好，超打算要休息，有点累。短短就不开了。感谢。我们即将带着 NVIDIA 的 logo 远征欧洲，希望可以把 NVIDIA 的 OK， 谢谢，感谢 NVIDIA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谢老板，以及还有我们几位帅气的选手，真的要好好加油了。所有包含我自己，比如说李冰冰是不是也期待？很期待。S5 的世界大战在下个月的月初就要展开，而我们的 NBA 在这个时间，我们最好的跑跑跟我们最强的电竞战队做一个结合，最好最有人气最多的实力。没错，刚刚都是掌声嘉宾的，不用再多说了。那我们希望，我相信他们在 NBA 的加持之下，哦，最凶呢，作为什么变大赛，屡战屡胜，拿到好成绩了。没错，一定拿到。对，麻烦大家给你祝福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将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播。好，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刚刚饭有机会刷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就是叫他什么？为啥骑那么快？甩屁哦！不行上，不行上。好，刚刚也提到 S5 实际上在下个月就要开始。那我这边，身为一位跟我在上面打枪一点平手的，就是平手，砍旗上路哦。差一点啊，我还是砍旗在上路。大概一个64多啊，要不要握的？身为英雄老前辈啊，这个话要过来，我即将要再上台。欧洲站，哦，这个定抢。他差不多还行啊，小接耳哦。哎，我感觉要下个眼，我不知道仓鼠旅客会不会过来，我 check 一下。应
应该是还好。可以吗？不许不许！靠北啊，刚怎么有怪怪的声音啊？我刚怎么听到主任的声音呢？哎，没办法哎，没有没有，要回。哎，那个应该杀不掉。哎，你位置超危险。我刚好回了，我刚好回了。哦哦，哦你拍电影了？哎，没灯笼了。哎，你刚太扯了吧？你刚有点屌哎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滚！哦，我有事，我有事。哎，我直接反打哦。是吗？好呀。多大 ？OK， 死了，漂亮。你刚才操作有点神啊。没有，因为你比我近啊。有吧？你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不是要找到这个，我不要找这个。我们要稍微的跟大家想一下，就稍微稍微跟大家提一下，要怎么样从这边上去？怎么样？我觉得最简单的，一定要找好朋友啊，一定要让自己家人不要找人啊。是的哦。对啊。那就算你是一个负担老人，你要赚钱。你要赚钱，跟大家稍微认识一下。你要赚钱。下周没招。走一走，边走边干嘛？然后就看到，哎，在玩什么？然后就哦，哎、欸，他没招哦，妈的！他走过来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操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没有靠你靠你靠你，哎、欸，不会不会，我画面那个 ，OK 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画面停住了，退了退了退了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那个怎么满开啊？刚画面不能动，哎、欸，干冰太多了冰太多了。因为大家知道 BLG 就是只有 BLG 票，但是现在各位现场的还在现场吧？没有，他死，他死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吧。没办法，没魔了，没魔了，应该杀不掉。哎，你没，这么退了，退了。没得到，没得到。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 BLG 这个现场，接下来就是 BLG 区了。可以给吃个炮车吗？我要五出血。漂亮。好。好，那可以推波一起回啊。对，没错，你可以看到他的什么招，重点是有没有看到那个他的性别，左边是男生，79分，右边是女生，然后最好是比自己身上高的。是的，28。对，28是相当高，那比你有。六六六六。对，那我们旁边是我们的报道处，紧接着我们来直接往里面走吧。因为它已经限制 BYO 才进来，所以我们进来都需要报到一个身份。对，我们这边要先逼，但是在逼到逼下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往里面来看一下。我们这边就不用这样逼了，但是我们要把它送走。哎，往下靠哦。手环还能够进来哦，来，我们往里面走。对，什么温差点？我发音。好，我刚刚我们有一个主持人经过，啊，叫我对 Servo 小力一点啊。嗨。不要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吃饱。感觉 Servo 就是妹子啊，难怪叫我小力一点啊。哦。安娜绝对是全场最嗨的，昨天也是啊，绝对是。哦哦，这个。人哦，这个大。你昨天要上去还要把人抓出去吧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
哦，这个大绝，哦，我们给他个特写。哎，欸，你撸到人啦，啊，你撸到蟾蜍了。哎，欸，来，灯笼，灯笼。哎，欸，靠没？这样勾不到哦。哎，欸，我刚勾到，哎，欸。我看人出来了，结果勾不到。哎，欸，他不要追了，我啊，不给吃啊。哎，欸，有 TP 吗？三路啊，三路死了。跟着龙，跟着龙，来这边打，来这边打。你不到，你不到。可以哦。我看有嘉文，没看到嘉文。OK， 哎，欸，他跳到边了吧？哇，打下来，欸！哇，好猛哦！哇，有球率！偏打！啊，偏打不了啊，他死去了。哦，死了，没死了。哦 ，S。我没打他啊，干爹！我刚从头到尾都没打折炮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牛！哇，毛这个送头！哎，我来了 ，boy！卖了！哎，欸，毛直接送给你看，欸，好。不是火龙啊，反击做人了。毛啊！我骗闪，欸，灯笼没有，灯笼没有，灯笼。哎，欸，他滚用掉了。哎，欸，可以。这没我在家，我刚刚怎么走？哇，伤害慢了。伤害不太够，哎，被换掉了。这是我们地方训练班主任的老婆吗？是魏文清。还好，达瑞文剪头比较壮一点啊。哎，冰冰，你刚点小兵哦。有两个。抓到了。哎呀，直接不会点小兵哦。我看到，大概看一下，很容易看到。好厉害呀！他用什么在关键位置周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这么难杀了下。他变打扰一下吗？不要乱动作，请经过本人允许再冒进。来，我有粉眼，他隐形，我可以插他。我总觉得唐肯奇要飞下来，应该听到我的声音怪怪，因为我这两天会拍了35个小时，是吧？然后我听到声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开始。然后我这边在跑这个。哦，唐肯奇在上哦。打吗？没有，他们不会跟我们打，他们不会跟我们打。我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双方感谢外围拿给进行一些事情的，没错，我们有这么多比赛，我拿会飞嘞。我觉得蟾蜍差不多来了，对，没有，我们等队友，还有棒棒，
我们在这边他们不方便嘛。好，传出来之后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不好意思打扰两位啦。我爱的是你。那这话题有好些人要跟我们吗？那超快的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你们该会赢了。哇、哦，哇，被换掉了。火龙收头 ，OK。Nice， 赚。我上了单杀了，是改单杀。哦 ，Nice。确定一下，好，来，好眼熟，是不是应该要来？来，灯笼哦。旁边移动一下，好。哎，你又不剪？我来看鱼缸哦。哦。哦，毛这个反杀。毛这个，毛这个，哦，毛这个操作。哦。这么神哦。好极限哦，毛。我觉得这样子还不够，还要自我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啊。哎，太短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跟经理，刚刚在公司的高导。好。我挖打菜，挖打菜。哦，我就要死。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救我，救我。哦，没事，扭掉喽。哇，这个这么神哦！好，溜咯。你加我一点就要 EQ 啊！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半场了，没打上去。你想这吗？哇，毛速也要死啊！哇，好快好快，最快那种哎！哎，毛撑住，往右边，往右边。哦，不对啊！哇，这条我要再吃啊！哇，这个牛！球女还要大吗？有。OK。好，波波。叫雷闪。好，给波一个特写，好，波会死去。太凶了吧！好，那其实还有很多，就是我们刚经过鱼缸的时候看到的，也是游戏的沙子啊。其实这样子一个大的组合，再加上我们社群，等他大家好朋友在哪里？哎，没人要来啊！那我来补兵啊！哎，有龙哦！他最不会吃蓝 buff 那种。好，好，算了，我坚持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主播台。好，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军号，可以参加在 M1 的这个水花集市场。好的。哦，是不是有个车车？可以哦。我爸还没大咯。没有，没有。我白得。我白得，我一元的。他不给面子。
不好？今天是冰山一角，冰山一角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又转到关键，他们好玩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去很多很多的，很多的，很多的，大家都会说话。小野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对吧？不是，不是。昨天那个大场包场的时候，我就说看到一堆人就跟着大炮飘上，不会这样走，绕了一圈。该溜了。我毛还要干哦。小游戏，小游戏，是不是？小游戏当年的重点就是大家要来交流嘛，对不对？聚会打的东西，大家就在交流啊，对不对？那小游戏是超好交流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。经典小游戏，对，经典小游戏。我觉得要称为经典两个字，首先它要好玩。我来讲经典，经典讲。中华超粉，那我应该变成讲官嘛？卖了卖了卖了！哎，我们浪费场啊！我继续攻，我继续攻，不给回，不给回。哎，想回。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不同的。好，回了，哎，卖喽。哎，被包了，被包了。你小心呐！他们没都没看到过，最丑的就是。哦，这个换回去。哦，这个这感觉可以哦，不行、啊，这感觉不行啊。哦，火龙火龙，哇、哦，这个大绝。跳不走了。好废啊！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再一个那个压力节目差不多要进入尾声，在最后好康特来了，好吧？好康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待会上下场跟大家讲一下。OK， 今天 NBA 啊 ，G4 呢，该打一波五打五了。我们抽呢，首先谁 NBA 第一张名单，那我们上分数的话，当然就是由赛季结束之后取消赛。不要这么傻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就知道 NBA 经过讨论中 ，NBA 福利社活动活动留言，留言到底是我是不是 NBA？ 大王快顶不住啦，有点累啦，开太久了。哇，这样 NBA 来 FY Force 在哪里？昨天。哎，打那好关了，有点累了。哎，这个 TP 杀巧。对啊，不得了吧？这个真的是好强大，出来大家就会有。对啊，真的，而且我跟大家。勾到，勾到，勾到。OK， 来来来，勾到哦，没有。然后现在就是只要在这个哦，所以就是 NBA 我打菜，我打菜。让 NBA 能够享受这种就是只要巨哥发布任何，哇，火龙那么凶哦，哇，最凶那种哎。哇、哦，你们好凶啊！需要点塔、啊。哎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哎，先点右边的座。哎，球点好大哦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走了。我靠，你们还玩呢、啊？哇、哦，还玩还玩还玩啊！死去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靠位。没有啊，我看前面打太认真了，我被小兵打死了。被小兵制裁啦。哎、欸，该巴龙了。哎、欸，我看你们打太爽，我被小兵打死、欸。好，那一样会在小月的时候 ，Y 火龙 Party 呢结束之后呢，现场抽一位，因为将这场啊，现场是哪里？那详细的抽奖情况都会公布在群中，所以大家赶快去成为 M Fan 好不好？这怎么听都是划算的、啊，抽显卡哦，这多划算，又可以参加优先参加活动，又可以抽显卡，又可以不用再看到蓝猫商店，不是吗？不要啦，要啦，要啦，要看，要看也有机会可以参加现场，也有机会。所以你脚滑一点的话，你在现场的话，你现场参加现场再参加。那如果你脚再滑一点的话，你就想把东西踢下去。啊啊！
么小。好，那欢迎下来，下来跟大家说一下 NVIDIA Live M Y 火车会这个是没错，首创 Live 直播节目，好不好？还有首创的第一个主持人，首创的来宾，来宾，耶！厂商过来问一下，我们是个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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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在线上的观众可以继续收看我们这边节目，然后在现场观众可以玩得开心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感觉可以，这个如何啊？我先点个刀，我先点个刀。他们知道哎、欸，改、啊、改直接过来刚好、欸，我直接强开一个。在楼，在楼，给我。没有 CD CD CD。啊。可以哦，哦，这个好会跳哦，龙。哎，你怎么跳了 ？OK， 狙喽。鸡鸡。So I'm playing Witcher 3, you shall show me catching 4K 60fps video in very good performance.狙啦，没问题啊，各位可以转台啦，大王累啦，休息啦，开了十小时了，太累了，我顶不住了。难敢LAN party 哦，难敢LAN party。关台咯，各位爸爸。So now I've reached the point in Shrine 3 where I don't know how to beat this boss. What I'm gonna do is use the Zoom feature to invite a friend to come into my game and help me beat him. I'm gonna use a new overlay, clip screen, and invite my friend to join my game. Hopefully she knows how to beat this guy. 大家啵啵。Lost fights, I know you're trying to grow, so I am.